又是双 AD 啊，行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但如今我们将伸手不见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全军出击！爱是何等的渺茫又脆弱。First blood.啊！能听见吗？就行了。他要干啥来呀？我不明白他要做什么。杀一刀。这包女有点过分了吧？咋不就中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刀平 A 平 A 平 A 扎一刀，打不了 A 两下，解析赶紧回去收兵去。哎，烦死了，这打野就在那晃晃晃晃晃，浪费我十杆。大虫子怎么不学 W 呢？我得干啥呢这呀？让我没有 W 就行了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他没有沉默。那我就猜啥了？没沉默。秦王要住，哎呦我靠！还没走啊？
还没走，他搁上路待挺长时间的。杀包女，那指定得杀他，但不是现在，我们现在还是有点弟弟，等我多杀几次大虫子，死的就是他了。不要着急啊，扎一刀 ，A 两刀 ，A 一下 ，E 一下 ，A 接 W，A 两下，扎一刀 ，A 两下接 C， 扎两刀，扎一刀 ，W 扎两刀 ，Q 一下，吃个药，扎一下 ，A 两下，扎一刀，重扎两刀 ，Q 一下。一看这大虫子啊，就没杀心，没杀心，知道吧？吃小兵，来一波秦王要柱，没开二度。没伤害，不用但我觉得我现在要越塔杀他可能还差点伤害。扎两刀 Q 一下，扎两刀 W， 扎两刀接吸。哎呀呀，塔杀可以接受啊。他也不够肉啊，还是有点脆呀、啊，大虫子。我寻我吸完他，我能用大直接走，但谁知道他有点脆，这也太脆了，你这也不行啊。来个跳弹，包女儿人没了，包女儿先看看这大虫子能不能杀。那扎一刀 A 两下 W A 两下平 A 平 A 接扎，扎两刀坑一下，大过来，扎两刀平 A 一下接吸，还是太脆了，真脆呀你！你咋这么脆呢？真给大虫子丢下了，中单七杠一了。谢谢风声，还得是俺们家这铁男呢。可以啊，这把铁男像点人，我跟你们说。原来爱才是最深重的罪孽。完了。
巴布斯。为啥把把都这么难？我也想问一问呢。你问我，我也想问。你就别补兵啊，你就打我的。很明显来人了啊，快走，可能包女来了。沉默刺儿起立接大 A 接扎吸，包妮儿融化了。无敌了，应该是，准确的说应该是无敌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破败呢？精彩！既然这么精彩，我们把中路塔拆了。扎一刀，闪现 A 两刀 W，A 两下平 A， 嘘，耶！为什么要野我？谁推波扣？嗯，我估计卢仙大概率可能要来，在这挡他一下。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刀一下，大过来 A 一下，卡扣，一啪啪 W 啪啪，赶紧打。在这等着包着，既然他们家上路没来人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拆个二塔。不可思议，居然打赢了，五打四，四打五打赢了，不可思议，兄弟们，快拆啊，快拆，你们嫂子训斥我了，跟我说本来应该五点打手游的，现在我耽误时间了，
先来一个带印月板甲，魔抗那把不出了，出完板甲我们直接收集者配西兰刀，收集者配无尽啊，直接收集者配无尽，不拿了，你拿吧，再把这铁男还下点银。打两刀扣一下，打两刀平呗，七一打吧溜。然而却能征服万物，假装往上面走，其实我们往下面走。没地方去呀、啊！下路收兵吧。这帮人还打呀？上一波四打五都赢了，这一波你们还敢打？那我不去了。这塔我们白拿，你看，我们家的队友啊，五打五赢不了，但五打四很好赢。你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少了我们才能赢，我们不去了。我这直接就拆。放溜，扣一下，完了，我死定了。他闪现了，嘿，我穿墙，穿个六穿，穿墙。送给谁了？探险家呀！送了个一千。为什么感觉福杰哥现在玩起来没有那么顺手呢？是因为什么？就比如说刚才杀的小黄毛，其实我早就应该杀他了，但是思前想后好像是杀不了。几个人儿？别着急啊，看看几个人来。A 接杀 A 两刀 ，W A 两刀扣一下 ，A 两刀接大招 ，A 接吸。闪现起立，沉默刺大走，走位。打不了，扎两下，扣一下，扎两刀，吸。
咬过来扣一下，挠接大招，击纵勾 W 接一接大招 ，A 接扎接 W 接 A 两刀接一接平 A 接死亡。没魂儿了。来把无尽，收集者配无尽，伤害高一点，省得这虚区啊不够高，给吃了。要干嘛？要打纳龙？我直接大过来 ，A 接 W， 扎一刀。哎呦，这都跑了。上路是不是没人守？我直接往家里头跑。哎，我还能跑到右边。哟，这防御塔，这防御塔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这泉水什么意思啊？那这怎么支了到我的？这个位置能支了到我，我着实是没想到啊！哎呦，给我支了了！可恶！不是，我就在边上范围，我也没进去啊！我感觉。破三路，打到大龙吧。这英雄很奇怪呀、操作有点奇怪，其实。这 W 接 Q 很不流畅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真的很不流畅 ，W 接 Q。可以打大龙。先把大龙打了，直接一波了，快点，一波拿下。先帮我把锤石杀了，他要吃我。哎，我怎么死的呀？哎，
这很奇怪呀、啊，这怎么死的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狂风之力，狂风之力加收集者。狂风之力看不见的人也能打着，我觉得这玩意儿就是有点 bug， 凭什么狂风之力看不见的人也能打着？凭什么？狂风之力怎么的？怎么无敌呀、啊？狂风之力。